迎大家来到铁花村。有第一次来铁花村的吗？有。哎，几乎哎。所以你们今天是特地来看今晚的演出吗？对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啊？等好久。真的吗？好期待。好，是。那我们今天呢？本来今天的演出者我们邀请到的是。今天原本有一个乐团叫做韦涵，那因为他临时有事，所以我们今天找来了一个在台东非常资深的一个乐团叫做黑孩子，所以他们今天会在上半场。那接下来下半场的演出者呢是来自屏东的便当杂志，那今天八点到十点就是这两个乐团的演出。那待会呢表演开始的时候呢，大家有购票的朋友们呢都有盖一个手章，那我们票口就是那是唯一的出入口，所以如果要进出的话就可以从那一边。好，那介绍一下环境，在大家左手边呢那个是我们的厕所，靠近里面是男厕，靠近外面的是女厕，他们一直进来我压力有点大。好，那我们周边呢有慢市集，今天有手作市集跟农夫市集，所以如果待会中场休息的时候呢都可以出去逛逛，那周边有彩绘热气球都可以拍个照，那回去给朋友炫耀一下。好，那我在这边呢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还有铁花村再次欢迎大家。我们的表演呢每个礼拜三到礼拜天都是有音乐的演出，如果你们刚好都有来到台东的话呢都一定要来铁花村好不好？好的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黑孩子乐团。
其实我想跟你在一起。休息室里面很可怜，我帮他调音调调了一下，然后就拿出来使用。好，现在他可以下台了。嗯，这个林狗也是。本身林白，你刚没有拿你的那个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。那么今天是快乐星期六，不是黑孩子。我今天又带来比较轻松简单的表演给大家，谢谢。等一下，《爱情坟墓》第四首，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叫做《Dig Up》。
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是 Sammy。很可爱，其实在说的不是在说爱情，其实他在说一段人跟音乐的故事，对，人跟音乐的感情的故事，对。这首是那个我们的主唱小田所写的一首歌，小田田，不要吓我一跳呀。他说他在这首歌是在高雄写的嘛，因为那时候。他有一阵子跟我们分离十多年，十多分离很差不多六七年，对，那个四季二专他读了六年，对，是吧？二专要读三年，我读六年，对对 对, 对，很厉害，对，医学院读了哈，当医学院读，啊，所以他写了这首歌，他纪念这个，来用这个音乐这首歌来拯救他的，拯救他的精神。爱你，后悔自己。
就是很即兴。我刚刚不想的是原来是他唱这首歌，啊、我以为是那个。今天本来是那个啦，伟涵是吧？对，暗示的，因为他家里有事情，所以田花就找我们来代班，所以我们也很临时的在前一个小时套团了一下。哦，在适应的时候一边套团一边练团的。接下来这首歌不是要请一个人来上一场歌？是啊，是啊。他有他会上来吗？哦、秘密基地 2， 要帮他打广告吗？我只是讲秘密基地2而已。有没有？来，赶快！我们请那个好朋友。这是一个好机会啊！不要怕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不要管。